我妈这一回来，不仅给自己找活，给大伙也找不少活，尤其是我姥，专心在这挑菜挑一天了。有点活干也行。你忘了去年咱在菜园子，嗯，咱妈回来，那一袋子一袋子往家扛，咱姥就跟着坐当院子走。你看大宝干啥呢？他又掏鸡去了。玩呢，看家鸡咋的。他真喜欢鸡哈，屋里鸡咋也看，外面的也看。他期盼着他们长大好吃。不是，就趴那块儿看，他就看他们香。大宝，你干啥呢？在屋里面抄还是上外面点火啊？在屋里抄啊。那晚上我搁外面不得捞起飞了？不拿。你确定？确定。今晚我得炕头。不得。咱老说咱妈在炕头。我在炕头。你在炕头不还得有俩人挨着你吗？照样也是炕头。这都是猴腿呗，嗯，那我就感觉猴腿、牛毛广，还有个叫啥的，广东菜都长一样啊，差不多，蕨菜也差不多，都是这种蕨蕨，嗯，就是什么类呀，啊？都是这个盘成圈儿的，这绿的胖，都一样，绿的胖。在我的印象当中，觉得蕨菜应该是紫色的，但是后来才发现，其实蕨菜是绿色的，也有紫杆的，它紫杆的不是因为它晾干了之后嘛，然后变紫了吗？不是鲜的，鲜的就紫色，嗯。那咱们咋没踩着呢？咱踩这两根儿，有紫杆的。嗯，我刚才问了咱姥一个问题，我说姥也爱吃猴腿吗？他说还行。我就停止了。每次我妈采回来菜，我就有一个想法，就是太多了，我想给她卖。去年我妈回来采老多了，然后都让我给她卖了，我妈说这都没吃着。我掉钱眼去了。你娘俩挺吓人的，一个掉野菜眼儿去了，一个掉钱眼儿去了。就我还行，比较正义。不是，那咱妈就属于挣外快了嘛，给自己挣点零花钱，幸福钱嘛。正好人家有所需是吧？对呀，总有人找我买，总有人找我买的，那正好嘛。你等过年了，过年我那啥，我就在这天天采，你天天给我卖。行。这边灶坑架起来了。朋友们，晚上我就睡这里，把菜焯完之后，这嘎得什么温度？带大家认识一下我们东北的野菜啊，这个叫明月菜。妈，妈，它叫明月菜还是明叶菜？他根本都不回复我，无视你的存在。我得把这个发音发标准了。妈，一个袋都是扭团了的。明月菜还是明叶菜？明叶菜。明叶菜，好的。朋友们记住了吗？它就长这样，可以吃的哦。你这二八坑子呀？那我不得发音准确了吗？那你刚才都不知道是啥，你就在那告诉大家。那明叶菜、明月菜差不多玩意儿。那你快点叫，你别让听着个大宝，大宝，你看咱妈就是大宝。这个叫柳蒿，就是因为现在长得太老了。上面叶子给去掉是因为味道太足，这样吃杆的味道能稍微淡一点。这一筐绿的紫的就是猴腿啊，它有两种颜色。它的学名我们不知道叫啥，你像牛毛广我们知道叫微菜，广东菜我们知道叫黄瓜香，然后蕨菜叫蕨菜，它叫猴腿就叫猴腿。有没有懂的朋友，它到底还有没有学名？反正我们就叫猴腿。它可能应该就是猴腿，就叫猴腿是吧。这个东西呢叫小叶芹，它跟水芹在长得特别像，再大一点的叶呢我妈说叫老三芹，就用它包饺子特别好吃。为什么我妈整这一捆呢？还是冒雨，因为我妈说我老乐意吃它包饺子，说啥要整一捆包饺子吃。啥时候包啊？不知道。明天包。嗯，这个是在那个松树林里发现的刺五加，我妈有点不太确认，然后就掰了一小块回来。因为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假的啊，嗯，这个喝不错了，喝不错了。这个千万不要摘啊，这个不是刺五加。但也能吃，就是苦。也能吃，就是苦。嗯，我老手里面拿的这个叫花尖菜，老这玩意咋吃啊？这个炸的扒皮儿拌吃，好吃。凉拌。嗯。我告诉大家，就但凡是这个野菜不会吃，你就焯完蘸酱吃就行了，没毛病。我们管叫炸子吃，就是用水焯一下，我们也叫炸子吃，不是搁油啊。水开了吗？马上。一盆零一桶。一桶零一盆。你看这
太少了，咱俩采一壶来。嗯。关键太少了。啊，你看也说也不少，完了就关键太少了。你说你得多贪吧？关键那树林子里头太少了。那树林子要采不完，咱妈都能搭房在里住。那不，这人家国家不让，让我早上森林里搭房住。还能跟野生动物一起生活，有蛇啥的。咱妈说看看那玩意儿，不开来。看都狗了，等一会儿，不干了，就干，不干了，就干。好，对，一锅能炒下吗？一锅炒不下，得炒两锅。我也没少整哈。嗯。我放过一颗野菜，我去年采回来，你老搁那外头那锅，家伙，俺俩在外头烫，老在外头烫。那你那时候热乎着啊？那今天往下雨啊？那热乎着。去年还整老多了，我好像是在我老家吃的是今年第一顿柳行，是吗？嗯，在家都没吃着。你们看不看那网上？前一段时间一个人上山去整野菜，然后碰见那个老虎了，他爬树上，那个视频。完下边我看有个评论说了，以后买山野菜再讲价的，一杵子揍死他，多危险！人家用命换了，你多吓人！冒着生命危险去采，嗯啊，他在那嘟囔呢，快走吧，快走吧。就咱们这块儿的啊，张红爷爷你快走吧，你看见了 啊，我就看下评论给我怎么，爷爷你快走吧。其实柳豪挺胖，嗯，下锅，像我们炒野菜呢，一般都不提前洗，直接下锅炒，炒完之后再清洗，然后整那个一次性的口袋，里面一小袋一小袋冻，冻的时候里面稍稍加点清水，不然的话就是到时候冻完它就干吧，皮跳了。得说那啥，说大家能听懂的，那皮跳有的朋友听不懂，就是没有水分了，对，没有水分干巴了，不好吃，不新鲜。这就是我们一年四季都能吃到新鲜野菜的保存方法。这一大盆，这刚盛出了一大盆，这边还有两大盆，没有了吧？没了。哎呀妈呀！过凉水清洗一下就可以冻上了，但是必须得放凉再冻。这就交给我妈了。你们学费了吗？你们交学费了吗？